期六全新星岛周刊，星岛周刊加中国娱乐第一刊南都娱乐，一本杂志双重享受。陈学冬自称实力派，不具备戏言，内心凶残，深度回应四冬 CP。周迅疑似怀孕，写老公会有秀恩爱，停工准备当辣妈。从快乐精灵到电影导演的何炅自言40岁后有危机感。全新星岛周刊，星期六随星岛日报附送，别忘了星期六买星岛。